jungle. Audio Jungle. 一，美国阿拉斯加朱诺冰洞，这个位于美国阿拉斯加州首府朱诺的冰川，以淘金和万年的冰川而闻名。朱诺冰原像大大小小分布着38条冰川，其中最著名的一条就是门登布尔冰川。然而普通游客是无法自行进入冰洞的，必须要在专业的向导带领下，你才能进入这个异国世界。冰洞内的景象仿佛就是罩上了一层湛蓝的滤镜，令人赞叹不已。冰壁内的水泡无时不透露着古老年代的气息。二，加拿大冰川天空步道，这条450米长的空中栈道坐落于加拿大洛基山脉贾斯珀国家公园群山环绕的雪山中，透过透明的钢化玻璃，你可以普新华达峡谷里延绵不绝的雪山以及横跨大陆分水岭的壮阔冰原。栈道的设计理念凸显了人们与千变万化的自然创造和谐的联系，并体验这些壮丽的景观。三，格陵兰伊卢利萨特冰峡湾，伊卢利萨特在当地的语言中就是冰山的意思。现在这里是格陵兰观光量最大的城镇，在这里放眼望去尽是形状各异的冰山，它是浑然天成的世界级观光景点，在北半球鲜有可以与之媲美的景观。寂静和极简的风格也是伊卢利萨的一大特点。在冬季这里只有约5000名居民，但是这里却养殖了3000多只雪橇犬，你可以在这里体验各种刺激的狗拉雪橇的独特活动。四，新西兰福克斯冰川，福克斯冰川全长13公里，从南阿尔卑斯山脉2600米的高处缓缓倾斜而下，是世界上最容易接近的冰川之一。冰川下方的山谷斜坡引起了冰川表面的裂缝、隆起和深弧，形成了这壮观巍峨、令人胆寒的冰洞景象。搭乘直升机游览冰川是这里最精彩的活动。在飞机上，你可以俯瞰波谲云诡的冰川，飞机还能直接降落在冰原上，随后还能进行有趣的冰川徒步，亲身感受这万年冰川的奇妙。五，冰岛瓦特纳冰川，冰洞瓦特纳冰川是欧洲最大的冰川，每年11月至3月在巨大的冰盖下面会形成各种的冰洞，你可以选择报名参加这里的冰洞探秘团，去一窥这宝蓝世界的美景。司机兼向导会驾着巨型的越野车带你翻过冰川，进入神秘的冰洞进行探秘。如果你想避开嘈杂的人流，或者你是摄影发烧友，你还可以选择报名难度更大、人数更少的深入探秘团，导游会带你深入更隐蔽、景色更壮观的独家冰洞。六，俄罗斯贝加尔湖冰前，世界上第二大的淡水湖，贝加尔湖是冰前潜水员的天堂，这里到处是天然的冰雕和迷人的风景。贝加尔湖呈长椭圆形，四翼连弯月镶嵌在西伯利亚南缘，景色奇丽，令人流连忘返，也被称作西伯利亚明眸。贝加尔湖的湖水能见度高达 40.5 米，湖水清澈无比，冬季的冰潜是这里极为独特的一个体验，你能在湖里看见海豹以及鲈鱼，身旁的蓝冰在阳光的漫射下显得梦幻绚丽。七，阿根廷佩里托莫雷诺冰川，整个参观要攀爬1400多阶的台阶，所以对体力要求很高，但是能深入这处世界最大的冰洞看形状奇特的钟乳石、石笋、冰峰瀑布，此行也无憾了吧。八，奥地利艾斯瑞威尔特冰洞，艾斯瑞威尔特冰洞距离萨尔兹堡南部约40公里，是世界上最大冰洞的，洞内是由一种天然的石灰岩构成，全长达42公里，进入冰洞游览需要分组进行，洞内漆黑一片，所以向导会给每个人分发一盏手提的煤油灯以供照明。整个参观要攀爬1400多阶的台阶，所以对体力要求很高，但是能深入这处世界最大的冰洞看形状奇特的钟乳石、石笋、冰峰瀑布，此行也无憾了吧。